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先讲一下那个机箱垫的更换。大家找到这个位置，机箱口位置，然后为了更换机箱垫方便，我们可以把上盖这个小盖给它卸掉，拿下来，我们放在一边。我们把三个帽给它拧下来，放在一边。把这块就是机箱垫，我们把它拿出来。拿出来之后，我们找到一个新的机箱垫，更换上，然后把散热帽给它装上。把盖戴上，恢复原状。这个散热帽的拧的这个松紧度，我们给它带上劲儿就可以，不要用太大的劲给它拧得特别紧，这样就可以了。